是这张，我是在那个车球啊，我也是经过杨平的教导啊，我们是用那个 Fish Eye 来去拍的，没有了，结巴了，结巴了，我放图给他，啊，上面是我没看到，所以，我感觉这个状况我是喜欢，是因为啊，对啊，那个很整齐哦，啊，然后有这个可以把我要的那个感觉。 没有，他站的位应该是他的平面位啊，我们所讲的平衡啊，然后他会考虑到上面都不考虑到下面，所以他的位置就是说他站的位置应该是我们要拉拉拢过来一点，然后他的主人各一个两片，一个 另外一个，这个呢，我就把这个人啊放在我的中间哦，因为我突出这个主题，啊，我要主题呢，先先出来，一个人的在作业在那个日常生活那边哦，好，有这个水沟，他们走过的那个路线啊，留下了痕迹，啊，这是我要表达的东西。可以了，可以，这样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好，这是也是一样他们的生日常生活的作业咯，嗯，然后，OK，这个最好以后啊，嗯，穿红衣啊，青色的衣服啊，啊，突出特出一点，对啊，青色，啊，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特地安排的，啊，不是，所以你所谓的特出也是衣服。 如果我们特意安排的可以，你要什么都有。<笑> 所以不要离了我们的题目，不要让到我们的小兄弟跟他不敢讲了。我给他鼓励。给小小兄弟建议，如果你跟他去拍，你下面留一点点空间，你要知道他是在做什么，这个会比较主题比较明显一点，比较会好看，那感觉会比较好。是做不了这样的哈，因为常常去那电厂。 讲他们在做的时候，啊，他刚好他在晒啊，所以就也是可以拍到这个东西画面了，啊，这个呢，我的感觉是说，这地平线天空和海有山啊，我一整一只船在做过，可是呢，这个以前哦，我没有参加这个摄影的时候啊，我是不可能会等着一只船来。 <笑>我拍了我就走了，可是呢，经过昨天教导要有耐性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耐性我们就等着一只船来，他后面呢就感觉到这张的团，这张我感觉我就觉得很满意的一张照片嘛，因为有一个主题出现了，啊，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咯，这样子，啊，所以今天我写戏的东西呢。
整个流程呢，我们真的是要很用我们的跟这个团队里面呢学到的东西是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眼睛啊注意到很多身边的东西，包括鸟然后你可以看到那只鸟，我们真的是看不到那只鸟在那里，看了很久，哦，原来那只鸟黄色的在那边，真的是我那个视野还没有，还很浅很浅很浅，所以呢，希望这个每个大哥都回来评审教我们，可以是好。不过刚才的是这样开始的，构图什么东西都。